一万年太久，只争朝夕。在我的心目中，共产党是非常爱民、民心的，让生活越来越好的。I come from Australia. I love the Shanghai, the city. People all call me that Mark, but I love Chinese people call me 老白。我是1992年在上海，澳大利亚就上海领事馆工作过。在上海工作了以后，看到这个上海的一切的生活方式，有一个第二个故乡的感觉。疫情发生的时候，我在上海，我就给他们再说了，我说他们有一个非常英明的党领导的政府，会战胜这个，因为我看到上海还是很持续的，没有什么紧张，只是是控制的严格的控制的严，在供应商品这些方面都没有带来一些对我们不利的，有时候还是待在上海。有一些街道办事处的经常跟我打交道，说老白，他说是最好你不要出去，如果有什么困难有什么事情给我们及时的提出来。我一看非常感动，这些语言就从启发里头，我说我能不能做一些事情，他说太好了，你愿不愿意跟我们一起当做志愿者，就是每一个社区里头一个。我就给他开玩笑说，听党的召唤，你每天打电话我就来，说的是党员，但是他们做的事情都跟我们普通的人一样的，但是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模范，非常认真，非常友好，关心我任何时候就看的，在中国这个发展啊，各方面看出来之后给我的影响，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党的领导，在党的召唤下，政府可以启动所有的人民同心协力，是14亿人的管理，整个国家的管理，这都是一个世界性的奇迹，不管哪个国家到这儿来了以后都一种惊叹，这就是一个党的领导，党领导的政府的能力决定于你国家的发展的面貌。阿拉上海人，I love 上海，阿拉欢喜上海。